主料：柿子椒50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：油、盐、料酒一勺，糖一勺，生抽一勺，大蒜6瓣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食材：掰碎打鸡蛋2个，摊鸡蛋，锅中再放入少许油烧热，将大蒜煸香，锅中再放入少许油烧热，加入青椒，加入鸡蛋淋料酒和生抽，加入白糖，加入盐调味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鸡蛋在炒制过程中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划散成大块；二、青椒的熟软程度请根据自己的口感选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